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游客对步道的影响。游客的声音会影响当地生态的动物的栖息。因为这些游客非常的多。行，放着。好的，肯定得有的，好像。还得上一点，就不让人家上来了。啊，我心脏都受不了了。我不累，我说心脏受不了。哎，你有心脏。心脏在左边。不是，这是右边。好吧。我们这是跳舞的地方。谁帮他把自己送过来？不是吗？不是。咱俩是说下一个那个，下一个是谁？在那边。原本在这里的动物。这些游客会影响到那些动物的栖息。是不讲究。